大家好，又嚟到油麻地新闻简报，我系大佬 B。今日同大家讲呢一单新闻咧，都可以话系匪夷所思啦。为咗赚钱，唔通真系可以完全冇底线？内地传媒早前就有一单报道啊，讲到湖北武汉有一名声称只系得5岁智商嘅19岁男子咧，佢就喺医美诊所揾工嘅时候，竟然俾间诊所咧哄骗佢去隆胸啊！嗱，你冇听错，呢一个系男子嚟噶。男子咧为此签咗一共30,000元嘅人民币贷款，并且协议咧需要承担高额利息噶。最后手术咧就令佢变咗做 B 级，而且最惨就系留低咗长长嘅疤痕啦。由于呢一位男子系智障嘅，所以佢嘅妈妈得知到之后咧，真系非常之震惊，而且好伤心啊。最后就决定上电视节目为个仔讨回公道啦。咁到底呢一件事最终个走向系点样呢？又有冇人为呢两母子去攞翻一个公道呢？咁我哋一齐睇下呢一单新闻啦。大家好，又嚟到油麻地新闻简报，我系大佬 B。正式开始之前，邀请大家 like 咗呢条片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亦都欢迎各位可以 follow 我哋嘅社交网站平台，包括 Instagram、Facebook， 仲有娱乐油麻地嘅 Facebook 群组。大家如果对呢一个新闻或者我嘅 channel 有任何意见，都欢迎各位可以留言俾我，令到我哋可以有更加多嘅互动，我亦都可以更进一步。事不宜遲，一起看看這宗新聞先。湖北武漢有一位盧女士就向律師那裡求救，就說她有一個19歲的兒子，就被某一間醫美機構用有道的形式去希望她做隆胸直播，還說給這個19歲的男子聽，沒有錢都不要緊的，就会帮他用贷款的形式支付今次隆胸手术的费用。而令人最惊讶和炸舌的就是这个19岁的青年其实他是智障的。他的智商就好像5岁的小朋友一样，不单止是这样，而且他还有抑郁症。咁当妈妈知道呢一个情况之后咧，当然为个仔非常之心痛同埋震惊啦。而佢亦都好主动，行动力非常之高啊，将呢一件事咧告知咗电视台，咁希望咧可以得到多啲嘅协助啦，亦都咧想声讨呢一间嘅医美集团嘅。咁根据电视节目上面所显示嘅资料，卢女士亦都喺电视节目上面公开咗个仔同呢一间医美集团嘅聊天记录。上面咧就十分清楚咁样记载住呢一间医美机构点样去诱导呢一名青年去隆胸同埋贷款嘅过程嘅。咁男子本来其实系问医美诊所可唔可以请佢，有冇工作嘅机会。咁呢一间诊所咧就打蛇随棍上啦，就向青年表示隆胸之后咧就可以靠直播吸引粉丝赚钱噶啦，而且建议咧佢就可以用直播嘅收入咧分期偿还贷款啊。咁可以话系非常之离谱啊！唔单止去哄骗一名男子咧，做一个佢根本就唔需要嘅手术，为佢身体带嚟创伤，而且仲唔系免费嘅。这个手术系用高息贷款去做嘅。医美集团嘅一方咧系咁样讲嘅：我哋呢度有做主播嘅嚟做整形嘅，咁佢哋咧都系做完隆胸之后非常之赚钱噶。有一个员工咧又继续话啦。你可以首先就做隆胸手术先，咁等身体恢复咗之后咧，咪可以做嘢咯。虽然听落去咧真系好不可思议啊，又或者一般人咧睇完之后咧都会觉得好愕然，绝对唔会应承。咁但系呢一名19岁嘅青年咧就真系傻更更咁样应承咗啦，仲真系去咗做手术添。其实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好想可以揾一份工，正正经经咁样咧赚取一啲收入，然后减轻屋企入面嘅负担嘅。不过呢一名19岁的男子虽然他的智商就好像一个5岁小朋友一样，但是面对对方这个条件呢，其实他都有一个思考在这里的。当时这名男子就表示他担心做完手术之后呢，他是男仔来的嘛，我做完隆胸手术就好像有一个女性的外表咯。这个呢他也都有显示出他的担忧的，更加表示自己也都没有钱做手术的。但是诊所的员工就向他保证，男性也都可以做隆胸手术的，而且你还可以分期付款的嘛，建议他就用直播的收入去偿还这些贷款就可以了。不断地游说他，有很多当红的直播主也都去做这种手术去赚取金钱的。咁仲教埋佢好多唔同嘅方式啊，例如话俾佢知有啲直播平台咧就可以一个礼拜咧就可以攞翻啲收入啦，甚至有啲直播平台系每日都可以咧去提钱添嘅。
咁呢度去讲解一下啦。例如好似 YouTube 咁样咧，都有直播功能啦。咁直播主系点样去攞钱嘅咧？咁一般咧就系月结嘅形式嘅。咁所以如果咧系想每一日都去攞钱嘅话咧 ，YouTube 就做唔到啦。咁呢一间诊所咧，明显就系睇中咗呢一名19岁青年咧，好希望可以搵快钱嘅心理，所以就话俾佢知有唔同嘅直播平台选择，令到佢可以加速决定，尽快去贷款，然之后做隆胸手术嘅。咁经过一番纠缠之后咧，男子最终不但只系应承咗啦，亦都好快喺7月28号咧就正式去做手术啦，亦都申请咗咧30,000蚊嘅贷款。咁家人咧发现嘅时候咧就已经太迟啦，因为呢个手术系已经完成咗啊。当时男子嘅胸口咧有两道长长嘅刀疤，咁胸部咧亦都系一个女性嘅形态啦，已经系去到一个 B 级嘅状态噶啦。呢一名青年咧，当时就好虚弱咁样喺个手术床上面啦，因为做完手术咧都需要一个颇长嘅时间去复原噶。佢嘅屋企人咧就非常之心痛，而且表示难以接受啊。咁而除咗身体上带嚟嘅伤害，令呢一名妈妈咧非常之震怒嘅系，医美机构咧系叫个仔做贷款噶嘛。咁成个手术所需要嘅费用咧，就最终系贷款咗30,000蚊嘅人民币嘅。咁但系有计埋利息噶，两年嘅利息咧就高达咗7,000元咁多啦。咁成件事咧都可以话身体啦、心灵啦同埋荷包都受到好大嘅创伤啊！咁对于此事，卢女士亦都娓娓道来咁样讲到个仔嘅情况啊。咁佢就话，虽然自己嘅仔仔咧系已经有19岁噶啦，咁但系佢就系有智力缺陷嘅。咁过往咧，妈妈亦都带过个仔去医院嗰度做检查啦，咁发现咗仔仔嘅智商咧同5岁嘅小朋友系差唔多，而且亦都系患有抑郁症、焦虑同埋睡眠障碍嘅。咁事件最终咧有冇报警或者系闹上法庭咧，咁就未知道啦。咁不过喺电视节目入面咧，亦都有查询到一啲律师嘅意见嘅。咁不如我哋睇下律师点样讲先啦吓。咁湖北律师事务所嘅律师咧，就喺节目入面提到，如果呢一个人即系事件入面呢一名19岁嘅青年，如果佢系冇行为能力嘅人。咁监护人即系呢一个事件入面嘅父母，亦都可以话系卢女士啦。咁就必须要签署一啲嘅手续噶。第一，咁钱咧就应该系要退噶啦。咁第二，亦都系如果系对个身体入面造成伤害嘅话咧，咁院方亦都系需要做出赔偿嘅。嗱，骗徒嘅手法咧都可以话系层出不穷啦。但系去到呢一个地步，直头系唔理一个受害人嘅需要，甚至系睇准佢嗰个智力嘅问题咧，而去令到佢做错决定，从中呃钱之外，仲令到呢一个人身体有一个咁大嘅伤害咧，就真系唔要得啦。事件曝光之后咧，好多网民都觉得好嬲同埋咬牙切齿啊，亦都批评呢一间诊所简直系禽兽不如啊！咁据知咧，医美诊所呢一方同卢女士佢哋最后系达成咗共识嘅，最后亦都将佢嘅隆胸假体咧攞咗出嚟噶啦。不过经历咗第一次做手术、第二次拆蛋手术咧，我谂身体上面都有一个好大嘅伤害。一般做完手术嘅人咧，佢哋都需要忍住痛啦。除咗系着一啲合适嘅内衣同埋衣着之外咧，亦都需要每日做按摩，先至可以协助个身体咧系有一个比较自然嘅状态同埋复原嘅。嗱，今次咁短嘅时间入面做完手术，然之后又要攞翻假体出嚟，明显对于受害人嘅身体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嘅负担同埋伤害噶啦。咁再加上好似妈妈咁讲，如果术后见到有两条大大嘅疤痕咧，咁佢嗰个手术嘅手势咧都应该系非常之一般啦。咁希望佢今次手术之后咧都可以好好地休息，希望身体同埋皮肤都有尽快嘅恢复啦。咁至于嗰30,000蚊嘅贷款又点算呢？咁诊所方面咧就应承咗会帮呢一名青年同埋卢女士咧去偿还30,000蚊嘅手术贷款噶啦。咁不过搞咗咁大场大龙凤，又点可以就咁打个和就算呢？咁卢女士咧就打算向院方咧就索偿20,000蚊嘅。咁有关呢一件事咧，而家当地嘅健康卫生局就已经接获咗卢女士嘅相关投诉，亦都系密切跟进紧噶啦。咁最后呢20,000蚊会唔会赔偿呢？就真系要睇下嚟紧嘅报道同埋消息先会知道啦。咁寻日就讲到啦，有4名嘅香港青年由于去泰国曼谷嗰度贩运毒品，而家要面对咧最高刑罚死刑噶。咁而呢一单同样系青年人，一样系为咗搵一啲钱咧，结果就受骗。同样为他的人生带来了一些不可弥补的损失。不过现在各式各样的骗案真的每一秒都在上演，不论我们是任何年纪都要小心提防，记得贪字就真的会得个贫了。
今日嘅节目咧就嚟到呢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嘅频道，俾个 like 我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亦都可以 follow 我哋嘅社交网站平台，包括 Instagram、Facebook， 仲有娱乐油麻地嘅 Facebook 群组。我哋下次嘅直播同埋节目再见啦，拜拜。